行动起来，收藏改变命运。从今天起，我将不再睡懒觉，我要淘尽天下的古玩市场。370，1500，3000，不定哪一天就能价值连城啊。从今天开始，我不再早睡，我要下功夫起早贪黑。多少年以后，你说会不会就有人花几万、几十万，乃至上百万来收藏它？你还别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在浙江金华，就有一个人因为捡漏而出了名，而因为收藏，他的个人作品也被很多人收藏。陈金华，中国陶瓷艺术设计大师，国家级非遗项目婺州窑烧造技术代表性传承人。收藏得到东西太多了，那首先得到了快乐，得到了知识，那得到了我们自己的人生的这种奋斗的目标，那所以收藏得到我们这么多好处，没有收藏也没有我的今天。每逢周末，浙江金华古子城老城楼下，来自各地的古玩商贩黎明时分便赶来抢位置摆摊，而这些淘古玩的人也会早早赶来寻宝，长年累月乐此不疲。在人声嘈杂的气氛中，真假混杂的古玩堆里，陈新华是这里的熟客。每个礼拜天的上午就一个瘾，啊，好像那个地方不去过以后呢，就好像一些事情没干过。常在这里摆摊的都知道他是婺州窑的藏家，所以一看到陈新华出现，摊主们都会主动打招呼，请他过目新收来的物件。多年的淘宝经验让陈新华练就了独特的眼力，也是当地最权威的收藏者之一。这个你哪来的？这个啊，这个出土的吧？啊，那这是开卷不知你都吃进去了。差不多吧，给你来哈。啊，一共千块钞票的，一千块嘛个事。我诚心跟你做生意了，你也诚心。我点过来就口袋就打了1000块钱，多不就多给你了，没有钞票嘛，是吧？哦，是不是？什么？那破的？破的怎么嘛？500块钞票你二十了。500块？哎，叫你把钞票。来，一个人。不是，收不下。这两个东西买得好。这以前是我们早期的那个六塔青瓷产区。它是应该是，我估计这个还是一个洪州窑，江西的。只要看见喜欢的婺州窑，陈新华都会想尽办法把它收回家里。十几年下来，陈新华把自己变成了婺州窑最大的一个藏家，他的藏品覆盖了婺州窑每个朝代的作品。这些年来，他的婺州窑藏品到底有多少，连他自己都数不过来。在收藏界有很多的故事。其中有个故事是这么说的，说有一个人啊，他中了500万，记者就去采访他，很高兴嘛，说你这中的奖怎么花呀、啊？他说，我啊就先把这几年搞收藏欠的债还一还。那记者说，剩下的该怎么花呢？他说就表情凝重，想了半天说，剩下的你就慢慢还呗。其实这个故事就说明这个收藏啊是挺费钱的。这件事应在这个陈新华身上呢，也是这样。我搞收藏就是喜欢，口袋里放不了钱，放钱以后就把到市场里就花掉去了，所以呢我口袋里也不敢多放钱，有多钱买多少东西。他每次回来都把钱报少的，有时候去掉零，有时候减半，这个我后面也适应了，反正是哎呀一家人嘛，哦，要过日子，他自己有钱他自己想买，让他自己喜欢算了。陈新华还在家里开办了唯一的一座婺州窑博物馆，专门用来展示他的宝贝。每天博物馆都会有客人来访，有抱着新收来的宝贝请他来鉴定的，也有抱着好奇的态度来欣赏的。只要有人来，陈新华都会滔滔不绝地拉着人夸他的宝贝，夸到过瘾为止。我们婺州窑对中国有几个最的，最早烧制卤子釉，最早烧制珠光青釉，最早做大器，大器的器皿，啊，堆塑最具特色。
这是我是2004年的时候，我刚刚恢复物质摇，那我到杭州去出差去，走了一条店里去，一个博物馆，我走进去以后看到它下面一个那个八仙桌啊，下面就放这个东西放那里，它放的什么垃圾东西放进去，烟缸、烟灰什么都扔那去了，我一看是物质摇东西，那我说我专门搞物质摇研究的，那我说物质摇陶瓷研究所的，我名片递上以后，我说这些东西呢，你让给我是非常重要的，你放这里看当垃圾，是吧？后来两人商量以后，800块钱买的，那所以我放在这里物质摇放在这个地方，你看非常有意义吧？对。由于婺州窑被世人所知的确不多，所以很多卖古玩的人也分不清什么叫婺州窑。而和婺州窑打交道多年的陈新华对婺州窑可是了如指掌。据陈新华介绍，婺州窑最早起源于东汉，比闻名于世的五大官窑历史还早，在唐宋时期曾经辉煌一时。婺州窑是金华本地的窑口，因为金华等地在唐代属婺州，故名婺州窑。在唐代，婺州窑以出产茶碗出名，茶圣陆羽在《茶经》中把婺州生产的青瓷碗列为第三。我是朋友那里，他开价，他说这个御窑的要20000多。我说20000多好像这个不是，我说这个婺州窑的。他说怎么会叫婺州窑的？我说婺州窑特色你知道吧？婺州窑特色就是上化妆土。化妆土是婺州窑与其他窑系区别的重要标志。在西晋晚期，婺州窑的瓷窑艺人使用红色粘土做青瓷的坯料，因为粘土中矿物质含量较高，烧成后胎呈深紫色，影响青釉的上色。所以就在胎的表面上一层质地细腻的白色化妆土，用来掩盖胎色。由于有化妆土的衬托，所以釉层滋润柔和，但釉面裂开处往往有奶黄色或奶白色的结晶体析出。从工艺角度来看，这种结晶应该算是一种缺陷，但与后来的南宋官窑釉面出现裂纹却成为了主要特征之一的道理一样。婺州窑的匠人们巧用这种缺陷，反而使它成为了一项创造性的新工艺、新技术。你像这种堆数啊，非常多啊！堆数我们婺州窑是最具特色的。你看这个青釉堆数，随意堆数是吧？哎，随意的，这手工捏起来很生动，很生动的。还点了褐彩啊。年过花甲的陈新华一提到婺州窑，除了满满的自豪之外，还有点为自己的宝贝抱不平的小委屈在里头。的确，相比于如今拍卖场收藏界炙手可热的瓷器品种，婺州窑还没有获得足够的关注，很多人甚至没有听说过婺州窑，但在陈新华眼中却是万金不换。这件是那个是西晋的，谷仓，是国宝级的，能够保存这样啊？对，你收了的时候是多少？这个是15万，15万收的。哎，这现在这个价格高哎，你没有100万拿都拿不下来，买不到。现在100万你也不给他。你像这个东西啊，以前我2004年开始收藏的时候，2000-3000就买得来了啊，现在这个东西最起码10几万。这个，实际上不舍得卖这么好完整的东西。其实这只是陈新华自己心目中的价值，他的藏品到底价值几何，在他心里也没有一个准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藏品从来都是只收不卖的。据陈新华自己介绍，这些年光花在婺州窑收藏上的钱就不下400-500万。这位陈新华究竟何许人也？又为什么愿意为看似收藏冷门的婺州窑花费这么大的代价？而婺州窑又是如何与他结下不解之缘的呢？我是1973年高中毕业以后，在那分配工作，分配的那个当学徒嘛，分配的金华县陶器厂。陈新华1955年5月出生于浙江金华。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当时的金华县古方陶瓷厂，他曾有幸投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龙泉青瓷掌门人徐朝兴先生门下学习陶瓷技术，
后来考入浙江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学习陶瓷美术设计专业。民间技艺的真传，再加上专业院校的系统学习，使得陈新华不仅在陶瓷制作技艺上打下了扎实的功夫，同时也对陶瓷源远流长的文化和巧夺天工的技艺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有时候看到好东西，必然会产生收回家里慢慢把玩的欲望。一来二去的，陈新华对陶瓷收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说两个名词解释吧，捡漏跟吃药。这个捡漏啊，就是说用相对少的钱买到了更有价值的宝贝。吃药呢，就是倒过来，你花了大价钱，可能买了不对的、假的、不值钱的东西。收藏呢，其中有一个很大的乐趣呢，就是你可以经常捡漏，但是在这行里混久了，没有人敢说他自己没有吃过药。开始进去啊，你看什么都好多想买的了，哎，那种饥不择食那种味道是吧？2001年9月的一天，有朋友告诉陈新华，江山念巴都都是当年太平军的据点，有非常多的明清古董。陈新华的心里痒痒的，一定要去看一看，但是去了才知道好东西所剩不多，有的也是一些残缺的不值得收藏的东西。边走边走，走到一户人家，能够走进去，他说要收钱呢，我说但这个地方怎么要收钱呢？他说我这个老房子呢，我要收钱，收了以后要修补这个房子用的。我说多少钱？他一块钱一个，哎，我说一块钱也便宜的呢，给我们交了一块钱，我们这房里是赚的。进到屋里一看，屋主为了吸引游客，还摆了一些陈列品，但也没有发现比较好的东西。陈新华当时对能淘到宝、捡到漏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但偶然间的一个发现，却让他的眼前猛然一亮。他一个中堂那边呢，上面挂了两副翅膀。我也抬头一看，两副翅膀画得不错呢，仔细瞧瞧一看，哎呦，好像是珠山八友陈叶亭那个花鸟哎。我说看得认真呢，他说你看什么？我说，哎，这两个翅膀画不出来呢。我说你卖不卖的？他说两个翅膀画不卖的嘞。屋主显然很珍视他的两幅瓷板画。但陈新华犟劲儿一上来，谁都架不住。最后，屋主实在经不住他的软磨硬泡，松了口。那他说你贵了，我说多少钱了？他说，瓷板画要1000块钱。我说1块钱是一块还是两块了？他说2块了。哦，2块啊！我说我心里一沉，2块，1块是500块钱啊。我说估计跟他说800块钱买800块钱，他说800就不买了，1000块钱的货我都不舍得买了。我说好了，那把它退下来，我买给你算了。生怕屋主反悔，得偿心愿的陈新华拿了东西赶紧就走。那这两幅瓷板画到底是什么来头？陈新华这次究竟是捡了漏还是打了眼呢？回来以后，路上就想了，哎呦，这个是珠山八友的那。1000块钱收了珠山八友的陈叶亭东西。珠山八友是，民国时期的著名的画家啊，就是画瓷板的这个画家。那么它的市场价格就是啊80万到100万的价值，一块。那么1000块钱他投资买，如果是真品，那就应该是捡了大漏。目前，国内收藏界已将瓷器的搜索目标从明清官窑转向民国精品，而民国时期最负盛名的珠山八友瓷板画更是成为了收藏家竞购的热门藏品。陈新华将这对瓷板画拿回家中，越看越喜欢，他买回关于珠山八友的书籍仔细对照。为了验证自己的这件藏品，最终陈新华将这对瓷板画拿给北京的瓷器专家做了鉴定，结果大大出乎他的预料。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我们讲他的绘画基础太软，用笔太软，色彩
工艺色彩上，我们讲渲染上，在工艺上也是太弱，矿物元素上我们也讲跟民国啊时期的元素相差也是非常大的啊，包括这个它的题这个书法整体我们一看就是近二十年的一个仿古作品啊，就仿陈逸庭的作品啊。哎呀，吃药了嘛？那后悔自己知识不够嘛？啊，哎，要丰富知识，要多学习嘛。假不要就当标本了嘛？哎，吃药的标本不能，弥补吃药吧。社长快乐就在这里啊。从最开始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看见就下手，到慢慢学习研究后谨慎斟酌精挑细选，陈兴华收藏的眼力越来越见长。渐渐的，陈兴华收藏的物件越来越具规模。就在这个时候，有一种藏品渐渐映入了陈兴华的眼帘。2003年就开始首届物质窑这个学术研讨会，各位把我也去参加去了。我看到这个物质窑，他们展览这物质窑做出来后，我说这么好啊！这物质窑，这青花物质窑这么好，我想这物质窑这么好的话，我说我一个专业学陶瓷的人，我说要把它恢复起来了，那把它做的陶瓷起来，那把它原来祖宗留下的就把它恢复起来。那时候一股真的一股强烈的责任心跟使命感的。但励志容易，想要恢复起一个已经断烧的窑种，何其不易！陈兴华又会从哪里入手呢？我那时候就注重去收藏去，专门收藏主题明确了，就收藏物质窑。啊，本来以前我什么都收的了，那青花也收一点，那瓷窑也吃过，啊，那其他也收一点。这我那时候其他不收了，哎，反正就是专职就收藏物质窑，啊，跑窑址是吧？收藏好的物质窑，反正有完整期的、不完整期的，有朋友家里有的，哎，我下面反正口袋里反正有钱一点点的都拿起来，都把收回来。要想恢复婺州窑，陈兴华意识到必须对婺州窑有更为系统和深入了解研究。每个朝代的纹饰、釉色特征，各个历史时期器型、工艺的发展演变，都需要实物的佐证和研究。因此，那段时间他开始海量的收藏市面上各个历史时期的婺州窑器物。不仅如此，他还经常性地钻进山沟找瓷片，成了金华及周边瓷窑遗址常客。在一堆堆杂乱的残片上独自翻捡，在浩瀚的故纸堆中辛苦搜寻，陈兴华恢复婺州窑的道路在最初那段日子走得十分艰辛，顶着很多人的压力，包括家庭啊，家庭那时候不了解，那陈兴华你这个那个物质窑干什么？我说刚好过来又要投资婺州窑，又要几十万钱，我说算了吧。2004年的时候，陈兴华已经下海从商，干得风生水起，但陈兴华却为了恢复婺州窑这个执着信念，顶住压力，毅然停止手头上所有的生意，于2004年创办了金华婺州窑陶瓷研究所。同时，他还拿出这些年做生意的所有资金，自己投资建窑，决定通过烧造实践来尝试恢复婺州窑。他的这种诚意和干劲儿打动了他的授业恩师徐朝兴，大师不但在技术上为他提供指导和支持，还帮他做了家人的劝解工作。他说婺州窑是不仅给陈兴华做了他自己想做的事，给金华人做了一件事，给中国人做了件事，你要支持他。一个好汉还要三个帮，陈兴华获得了恩师和家人的支持和理解，干劲儿更加足了。但恢复婺州窑成功与否，最终都要靠作品来说话。经过一系列的准备，他准备开窑。我记得第一窑是2004年的9月18号开窑的。在中国陶瓷史上出现过上千万个窑厂，一般窑厂的烧造历史为几十年、几百年，近千年的寥寥无几。
而婺州窑东汉创烧，六朝发展，唐宋鼎盛，明清衰竭，延续时间长达2700多年。陈兴华把已经熄灭的婺州窑火重新点燃，这一举动绝对在中国陶瓷史上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陈兴华也知道这第一窑的历史意义，为此他专门按照传统郑重地举行了开窑仪式。按照我们制陶人的这种习惯，把窑神请到，啊，把祖先重新请过来，啊。他呢，我打电话，我跟我师傅说，我说9月18号开窑，他说要不要帮忙一下？我说烧窑工最需要来帮忙一下啊，因为我那个以前烧窑没怎么烧过嘛，就过来。陶瓷本就是泥土与火焰结合的一门艺术，一番辛苦制作的陶坯，究竟能不能脱胎成晶莹剔透的瓷器，全在炉火温度的掌控。为了以测万全，陈兴华从师傅那里搬来了救兵，可这样就能保证第一炉就能成功吗？按照老规矩呢，一个三角锥放进去，拿来测试温度的。虽然当时陈兴华做陶瓷已经有30多年的经验，但婺州窑的釉料配方和制作工艺是他第一次尝试，窑炉又是新建的，每个窑烧惯了，温度都很好掌控。这个新窑不但陈兴华掌握不了，连龙泉请来的炉工也没把握。因为他们烧的是1200仪表温度，1260度、700度差不多都烧好了。可我们烧了1260度、700度的时候呢，还没到，还没烧好。我说他都关了，我说那个三角锥没倒，那三角锥是很科学的，它倒了就是温度到了就倒下来，我还没倒，1340度的，心里很咔嗒的慌。我说这个三角锥是不是会破？是不是失品了？他讲不大会可能的，这个规范生产东西它不会失品。走在那边的，应该烧到1360几度时候，看看东西慢慢一点变化了。我说好了，我说小爷，这个温度可能会到了，那也会到了。苦心人天不负，陈兴华的婺州窑第一窑便大获成功。一直以来看到他辛苦与不易的师傅徐朝兴特意题写了婺窑新生后继有人的条幅以示庆贺。通过徐朝兴大师的介绍，2004年10月，陈兴华的婺州窑原始青瓷系列和汝卓釉系列作品参展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一经亮相便获得了与会专家的一致好评。从第一窑一炮当红之后，陈兴华的当代婺州窑作品开始连连参展，先后获得了国家级金奖12个、省级金奖18个，并多次到国外去布展。多位陶瓷艺术大师评价他的作品，不仅保留继承了婺州窑厚重大气的魂魄，又吸收了越窑、龙泉窑精致细腻的艺术风采。我就在收藏当中提取了婺州窑的精华东西，造型啊，我选择唐代的那种饱满的大气，纹饰选择那种六朝时期的网格纹啊，连珠纹，还有呢结合现代的跳岛技术。目前陈兴华的婺州窑作品更是被很多收藏者青睐。现在吧，我的一般作品就是几万块左右嘛，好的吧就是大个的，就特别大的，难度大的，就是20万左右吧。陈兴华成功了，陈兴华的婺州窑也成功了。而在成功的背后，陈兴华认为这一切仍然与他的收藏密不可分。我是搞婺州窑从收藏开始的，那不收藏不知道婺州窑有这么博大精深，有这么好的文物组成，有这么好的东西，所以越收藏婺州窑觉得文物越伟大，我期待那里越要好好的努力做婺州窑。对于一个外人来看待收藏，基本就是听故事。有的人是发了大财，有的人是捡了大漏，有的人是淘到了宝贝，有的人是赔得倾家荡产。但是在老陈这儿呢，收藏是不一样的，
他收的东西呢是只进不出，他是通过来学习收藏兀州窑的东西呢，来丰富自己的阅历，增加了自己的见识，使自己的人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为了一代名窑的掌门人。而他的作品呢，也被更多的藏友争相的收藏。在这儿呢，收藏改变命运，这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当然，我也要提醒各位，收藏是有风险的，投资需要谨慎。我是韩东，咱们下次节目再见。